CBA 季前赛开赛在即，杜峰、郭士强、崔永熙、杜润旺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原来他们要参加中国男篮核心 CBA MVP 王哲林的婚礼。王哲林选择在这个时候完成自己的人生大事，正所谓球场失意，情场得意。希望有了家庭的王哲林能够在 CBA 以及在国际赛场打出 MVP 级的表现，将这份工作做好。爸爸请喝茶，三个字。好爸爸请喝茶。